你要去当活靶子？！你不怕啊你？刚才脑子一热不怕，现在有点怕了。知道怕就好。你这么着，以后你拜我为师吧，我费点口舌好好调教调教你。谁要当你的徒弟啊，不要脸！我不随便收徒弟的，我是看你胆子大，敢往前冲，是个好苗子，算你不输给爷们儿。那是，哪个爷们儿比得上我呀？哎，你也就还可以啊。阿满，爹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怎么又来了？阿满，爹可找着你了，我这不是不放心吗？啊，我既然呢，我劝不住你，那我就得上来看着你。那地主老财是好惹的吗？啊，我不上来，我心里不放心呢。我，你呀，我没事儿，当心。丫头，这出头的船子先烂呐，枪打出头鸟。我上来看着你呀、啊，我就不能让你逞这份英雄心啊！什么杨叔啊？你是来晚了，你刚才没看见啊？这阿满可英雄了，一马当先往前冲啊！啥？哎呦，死丫头啊！你别动！你这不是犯傻吗？伤着没有啊？哎呀，我没事儿，你拿这破玩意儿干嘛呀？你快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你看看这说要命就要命啊，还没事呢。你看我这腿肚子都抽筋了，哎呦喂！报告，敌方火力太猛，我方伤亡惨重，实在是顾不上去啊。老张，仗不能这么打，看他们的打法，不亚于正规军。你是怎么了，阿福？赶紧走吧。走，你爹又要把你送给那个姓孙的。他不是说这婚事不算数了吗？哎呀，他要拿你去给他换救兵啊！快走，快走啊！快！停着，都给我停着！赤匪要是打进来了，你们都没好日子过。给我顶住！老爷，哎呀，老爷，老爷！老爷，不好了！四太太她带着阿福跑了。什么？四太太她带着阿福跑了。你们在这顶着，你们俩跟我来。是是。你们都走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来来，阿娘，快，娘，快走，娘呀！哎，把门打开！老爷吩咐过，任何人不能出去。阿福，快走！娘，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快！娘，快走！娘，娘，娘！有人！娘，你开门啊！别开枪！蔡福！追！天下居然有这样做父亲的，蔡小姐，你放心，我明天想办法救出你的母亲。这么说，我娘有救了？跟你说，找红军就没错，没有红军办不到的事儿。那什么时候去救啊？
你们家碉楼结构坚实，院墙高深，一时半会儿我们还攻不进去。那能不能不打进去我家就把我娘救出来啊？哎，行，你这人怎么那么磨叽啊？你娘在里面不打进去能救出她来吗？蔡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妥善处理的。你着什么急啊？好歹那是你爹你娘，难不成你爹还真的杀了你娘啊？你又不了解我爹。我咋不了解了？我们林水谁不了解他心狠手辣呀？你们都以为我生了小姐命就能过多好的日子，谁知道我跟我娘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？什么样的生活能比我们还赖吗？你是打过铁还是挑过蛋呢？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哼，你啥啥？蔡小姐，这被子太薄，怕你睡着有点冷，给你加床毛毯。姐，这是你自己的毛毯。早点睡，你母亲的事情我们会尽快想办法的。啊，阿满，要是蔡小姐有什么地方不习惯，你多照顾她一些。哦，好，晚安。真没想到赤匪是这个样子的，还以为啊都跟你一样呢。我这样的咋了？你给我说清楚。还有啊，我们不是赤匪，我们是红军。哼，我又没想跟你吵架，我就是觉得他长得特好看，好像读过书，有点像李清照。李清照是哪个村的？有我们红姐长得好看吗？哼，哎呀，你到底要不要睡觉啊，大小姐？你烦不烦呢？一上来就让我给你铺被子，还要我照顾你，我怎么命那么贱呢？同志们，向英勇牺牲的战士们敬礼。李斌，慧姐，如果你们带人打进我们家会怎么样？你爹害死我们那么多人，必须找你爹算账。革命不是为了杀人，我们会和你爹谈判，让他不要再欺压临水的百姓。你们家的佣人，你还有你的母亲都会得到自由。我有办法。哪儿呢？
哎，再给我来一个。有点咸的吧？给我来碗面，两口吃吧。再给我来一个。来，看天打仗呀。嗯，凑合吃一个。来，滚水，来来来。嗯，来点水，太凉，咽不下去。用这种水是 OK。走。来来，给你。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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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干仗！别干仗！别干仗！别动！起来！起来！好！谁让你开枪的？我不开枪你就死了！快一避！快！大家一避！走！赤匪打进来了！不可能，从哪儿进来的？好像是从西厢房。暗道，赤匪怎么知道暗道的？一定是阿福这个孽障，他是在造我的反，把所有人都盯上去。好，好。我蔡家要完了。好枪啊，真是好枪啊！兄弟们，把这都拿回去，这以后都是咱们的了。小童，哎，张院长，看看，好家伙啊！哎呀，真是个好东西啊！哎，罗政委呢？啊，这个蔡老财主趁乱逃跑了，罗政委带人去追他。哎，这胳膊怎么了？哎，你快带张院长去医疗室。哎，小童啊，我还是留下来维持秩序吧。不用了，这有我呢，不会出什么岔子的。你快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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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，警长。行，那好吧，那就交给你了。去去去去去，哎，走，放开我！走，放开我！这是他们家三姨太，
开我！不老实！放开我！你这疯丫头行啊你啊！第一次打仗就这么威武，好几波正规军都让你给撂倒了。嗨，不就是开枪瞄准的事儿吗？有什么难的？就许你们大老爷们威风，不许我露两手啊！哟，别动！我今天心情好，给你个奖励。新的，谢谢。接下来还有什么任务？说。这宅子很大，你是本地人，这蔡家人你都认识，你四处转转，看看有没有漏网的。是，我这就再转转。这是谁呀？五姨娘、六姨娘，你俩啥时候变丫鬟了？啊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哎，怎么了？大小姐，怎么样？我们说话算数吧？说好了救你娘，果然就救她，这就你娘吧？谢谢娘。别客气，小菜一点，没有我们红军办不到的事儿。蔡福，是你带他们打进来的？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你别住手！怎么着了？细胳膊细腿的还想打人呢？我告诉你，五姨娘，现在可不是以前了，以后你休想欺负我，还有我娘，造孽你！我告诉你，你再敢欺负你家大小姐，我再狠狠地收拾你！滚！来人，带动！起来！起！别害怕，有我在呢。啊，没事了。走吧。哎，你们家可真大呀，我可得好好看看。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娘，你放心，他们才不敢呢。来来，快好了，那边。哎，郑营长，不会，你这可伤得不轻啊。没事，一点小伤。我们家老罗没受伤吧？放心，老罗没事儿。这会儿啊，他正带着大廖去追蔡明书了。办呢？别哭了，安静点。哎，阿福，你帮我说说，把我们给放了吧。我把我从上海带来的料子全都给你。六姨娘，那些衣服你穿的那么好看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要不，我把我这些年攒的首饰分你一把。要不。我全部都给你，阿福，刚才是五姨娘冒犯了你，你看在你弟弟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们娘俩吧。我们给你磕头了啊，给你磕头，来磕头。可不敢当啊，五姨娘。六姨娘，平时仗着自己年轻貌美，只会欺负我跟我娘，还有你五姨娘，不就是给爹生了个儿子吗？就对我吆五喝六的。你们今天怎么了？怎么不神气了？阿福，你好歹也是蔡家的人，你就这么带着一帮子人来把家里抄成这个样子，你就不后悔吗？我是蔡家的人啊，你们平日里有谁把我当过蔡家的人？我爹要把我嫁给那个土匪的时候，你们有谁站出来替我说过一句公道话？怎么了？现在都反过来求我了？娘，我们走。哎，阿福，这些姨娘都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去跟他们当官的说说，还是把他们给放了吧。娘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你们平时仗着老爷宠爱你们，就作威作福，现在老爷走了，带上你们谁了？不错，大呀，真大。哎呀，天哪，这么多好吃的。
好吃。香啊。这什么？哎呀，我还有呢。鸡啊。好吃。哥，好酒。叫乡亲们进来吃啊，快点儿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乡亲们，大伙儿听我说啊，安静安静。这深宅大院，大伙儿平时没来过吧？那可是没来过。告诉你们，老蔡家现在被咱们红军给占领了。这里面啊，什么好吃的、好喝的、好穿的都有，想不想进去看看？想想想就来呀！来，来干嘛？你干嘛？不能进！这都是我认识的老乡，都是全国百姓，进去看看怎么了？进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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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进来，走走啊！快点走！哎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怎么回事啊？站住！哎，老六，这么大这么大呀，可没有见过啊！是啊，这辈子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房子，不是吗？哎，你看，你看，那不是老蔡家的那几个姨太太吗？对，走，去看看去，看看去，我去看看去。哎，这快点，是啊，这么多酒家伙。这不是六太太吗？啊，对，去年就多看她几眼呐，就叫人打我，可不是吗？厉害着呢，她就是六太太。平时他对大伙儿最凶了，这不是吗？啊，现在老实了吧？想不到临水一霸也有今天呐！呸呸，也有今天！哎，老盖，盖，这么大的房子，这辈子没见过。是啊，这也太大，真大！哎，站住！比我们这大多了。站住！你们想干嘛？哎，我们就想看。站住！让开！快快让开！走！走！你们站住！阿福，你现在满意了？整个蔡家都是别人的了。阿福，老爷说的没错，你就是咱们家的祸害。你看看四太太，这就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们都闭嘴！他们当官的答应我不会乱来的，我去找他们。哎，阿福，哎，呦，这是人家的，真不好吃。是啊，这么多酒着好吃的呀，光厨房就那么大。哎，这都够我家一个月吃的。哎，这不是我们家的吗？哎呀，你看呐，来，你看看，这不错。哎，小辫哥，这可是蔡家的东西，你也敢拿呀？看清楚了，这是蔡家的吗？这是我陈家祖传的宝贝。这个好啊！正因为我欠了他们家祖管两块大洋啊，就拿去抵债了，这不是明抢吗？可不是嘛，这也是我们家的宝贝。就因为啊，去年的租子没交上，硬是从我爹的手里抢走了。蔡家这些年，心多黑，就是租子打多高啊！哎，今天咱拿他点东西，这算是着不着啊？应该的啊！对，小辫哥说的对，大家尽管拿，尽管拿，尽管拿啊！来来来来，走走走，拿拿拿拿拿！哎，你们这帮大老爷们在大姑娘屋里干什么呢？拿什么呢？搁下，搁下，搁下！哎，快点儿！信不信我拿枪包你了？搁下！快点！走走走！哎，等等等等，这什么呀？啊，搁这！不像话！哼，蔡福是我们自己人，能抢到东西吗？哎呀，林风琴，你好东西都给他，都不给我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穿肯定比蔡福好看。啊，这什么呀？真好看。哎呀，天哪！林风琴，
你个败家子儿，你真对得起我？这么好的东西都给那小妖精了。啊，不错。哎，你们站住！站住！哎，站住！把东西还给我！我美吗？你把东西还给我！你什么东西啊？不就是只鸡吗？我都把你娘救了，吃你这鸡怎么了？小气鬼，还你！不要，不是这个呀！你身上穿的带的那一样不是我的，你赶快给我脱下来！你给我！你笑话！这哪样不是我男人林凤岐的？我男人的东西这是我的。你男人，他，你真不害臊！他什么时候喜欢你了？他就是喜欢我。你这样的娇小姐，他才不喜欢呢，看不上。我，看不上，看不上这些东西，他怎么没送给你啊？我告诉你，林凤岐那样的人，我不稀罕。你可真不要脸，人家不喜欢你，还死缠烂打。谁说我死缠烂打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他救命恩人。你知道我救了他以后，他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说他根本就不喜欢你，只不过是装成对你好，给你那个爹拍马屁，懂了吗？喜欢你，喜欢你，他现在人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？我把他派到别的队伍上去了。满嘴胡编，胡言乱语，你们跟土匪有什么两样？谁是土匪？你进来就是乱抢乱砸的！你胡说，红军才不是土匪呢，我们没有抢，都是因为你们老蔡家平时太欺负人了。你们自己吃那么好，穿那么好，乡亲们给你们种地，吃不饱穿不暖，累还累得半死，你们现在这叫活该！走开！你还给我！土匪！张磊，走开，走开，快！老罗，哎，来，他受伤了，来，给他看一下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小心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慢点。雨山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老罗，哎，蔡明书呢？跑了。追出去好远，还让那老东西跑了，气死我了！这个老狐狸啊，没关系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别跟着我，那边的那边的。金佛，金佛，有金佛，真好。哎，这是我的了。哎，你好娘们儿，你别抢我呀！滚一边，这是我的。你给我等着。长官，我
我是孙豹。对，我这儿离临水最近。好，我马上出兵临水，剿灭赤匪。是，长官，我这个团长是您提拔的，啊，我一定打好这仗，让那些不服的人闭上他们的臭嘴。是。团座，这帮赤匪可不是那么好惹的，这弄不好咱们得吃大亏。谁还真打呀？应付应付得了。哎，你们看，哎，这马丫头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穿成这样，你瞧那脸滑，跟妖怪似的。是啊。哎，马丫头，你唱的是哪一出啊？哪一出啊？把这脸画。我陈曼金站在这儿，就是给大家赔礼道歉的。啊？赔礼道歉？道歉什么意思啊？你跟乡亲们说说，你错在哪儿？我错在一，掏了蔡老爷家的鸡窝。第二，我把他家肉吃了，还分了。第三，我把蔡大小姐的粉擦自个儿脸上了。别笑了，别笑了。陈满金，你这是认错的态度吗？我哪能跟你比啊？你肚子里墨水那么多，你说的一套一套我不会啊。这根本不是水平的问题，是态度的问题。要想当红军，就得遵守红军的纪律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所有的缴获都归公。乡亲们，现在我代表组织罚陈满金关三天禁闭，并写出深刻的检讨。慧姐，你可来了，我快救我出去吧，我快憋死了。姐，快点洗把脸，把妆卸了。还有，一会儿把这身衣服换上。你真好，烫死我了，姐姐。我见那东西都是林凤岐的，我心里就不得劲儿。而且，我这喝了酒吧，手就痒痒了。即便这些东西真的是林凤岐的，那他给了蔡福就是蔡福的了。哎呀，那也不行。姐姐，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，不怕你笑话。我是眼红人家了，我从小就特别羡慕那些有钱人家的姑娘，能穿漂亮的衣裳。我的衣裳都是我爹在大街上捡回来的，没有一件漂亮的。我嘴上虽然不说，可我心里可难受了。我可羡慕蔡福了，我想要的他都有，我连想都不敢想的他也有。阿满，姐明白，爱美之心每个女人都有。蔡福呢，有蔡福的美，你阿满有你阿满的美。要是你也变成蔡福那样，那还有你阿满吗？不，我才不要像她娇小姐那样子呢。哦，都差点忘了，检查呢？我早就写好了，但是你凑合看看。阿满，你这写的都是什么呀？我不会写字，只能画着写呗。我念给你听啊。我鞠躬道歉，以后不敢拿他们家的东西了。这不是手镯吗？这是耳环吗？这是项链，这是鸡。好，
我收下了。哎，乡亲们，大家不要争，排好队啊！乡亲们，排好队啊！不要争，排好队，排好队啊！排好队，乡亲们，快点，哎，快点，给我粮食啊！哎，排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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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大家按秩序排好队啊！安静，安静，排好队啊！排队，分粮！哎，快快快快，好，来，来来来，都有，排队。哎，首长，你就是当年的李闯王啊！哎，乡亲们，老话怎么说来着？杀牛羊喂酒浆，开了城门迎闯王，闯王来时不纳粮。你懂个屁呀！来下一个，这闯王啊，他就是不纳粮。好了，哎，下一个，咱们首长啊，他不仅不纳粮，还分给咱们粮食呢。要我说呀，这首长就是咱们那个梁山伯里那个有道理，宋江劫富济贫。帮着咱们穷苦老百姓打天下！哎，对对对，说的对，乡亲们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们是有信仰的队伍，我们是让像你们这样穷苦的人都有衣服穿，有房子住，有田种，再也不受压迫，再也不受剥削，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主人，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。哎呀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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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政委，姓孙的掉进铜联厂的口袋了。来，谢谢啊。好，去吧。是。兄弟们，做好准备。姓孙的已经吓破胆了，不会再来我们陵水捣乱了，不追了，回家了，走。哎呀，娘，你怎么样？娘，都是女儿不好，连累你受苦了。哎呀，孩子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也不知道你父亲怎么样了，他还不知道呢。好好的一个蔡家，就败成这个样子了。娘，我一开始带他们进来，真的只是想来救你的。我知道，其实你父亲不会把我怎么样的，他只是一时生气而已。可是现在这样，哎，恐怕整个蔡家都不可能容得了你了。娘，我就不信邪。难道离开家我就活不下去了吗？其实我早就受不了他们了，我在家里住还不是因为你，我最舍不得的就是你。孩子，你不知道一个人在外面有多么难呢。娘，娘，你没事吧？娘，前面是一个镇子，这样吧，我带你去看大夫。啊，好，走。哎呦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啊！娘，娘！等等，楼下，楼下！哎呀，这个不是大小姐吗？啊！夜半三更哟，盼天明。寒冬腊月哟，盼春风。若要盼得哟，红军来，岭上开。
半三更哟，盼天明，寒冬腊月哟，盼春风，若要盼得哟。开遍有银山。